看苏门答腊森林的大火，你看那滚滚浓烟吹过来新加坡，早上 DSI 才只有100多，中午变400多，那烟雾这么大叫我们怎么过，肮脏的空气叫我们怎么活，苏门答腊森林大火，我带火机吹来新加坡，只因为要赚钱多多，黑心财团迫害邻国，烧法没良心不顾人家死活，讲你们两句还嫌我们啰嗦，明是你们国家扫把起大火，这么多年来也没好好处理过，推来推去没有一个人承认错，他们不敢多说多错，我们要解决你却不理我，还说扫把的公司来自新加坡，你不要惹起我一把火，我告诉你不要害我，你不要惹起我一把火，我告诉你饭都要火，烟雾这么大叫我们怎么过，肮脏的空气叫我们怎么活，我们要解决你却不理我，还说扫把的公司来自新加坡，你不要惹起我一把火，我告诉你不要害我，你不要惹起我一把火，我告诉你饭都要火，你不要惹起我一把火，我告诉你不要害我，你不要惹起我一把火，我告诉你饭都要火，你不要惹起我一把火。好听吗？